草原、雪山、白云、小湖，多好呀！这种感觉，一个人出来旅行，一群人陪着，不回去了，就在这里生活了，啊，太美好了，好激动啊！我感觉我之前好生活好无聊呀、啊，确实之前生活就是无聊，在学校里面闷着，又不辍学呢，也没来过这种地儿。又我饿了，哥，这是羊吗？这个牦牛，这牦牛啊，哇，能吃牛肉是吧？哇，真好这种生活。好开心啊！我都快要飞了！哇，我操！我都好想尖叫呀、啊！我蹦啊！我快蹦起来了，飞！呀！上车。我说长得也不帅，是不是？家里也不是特别有钱，那变形金为啥选我呢？可能是我魅力太大了，人格魅力。大山，我来了！哇，可以啊，这村儿，这哪是农村呢？还有车呢，你看，二层小楼，还有太阳能。谁说不能洗澡的？到时候我看能不能上他家来住来。还有卖衣服的，还有卖锅的，还有假头发，还有百货，还有垃圾桶，我多香！现在文明，新装，还有大汽车。